们应该跟有一个人说一声很抱歉，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。看到这个会不会很伤心啊？那市民做了什么选择？自己要负点责任嘛。对我们政治人物哈，要多检讨自己，不要检讨选民哈。那尤其蔡总统在第一次竞选总统也提到啊，要尊重民众的认同感跟选择。知道台中市长的选举哦，台中市民做出了判断嘛，哈，选给了卢秀燕市长，那这就是选民的选择啊。我觉得真的很好笑，哪有一个人一个总统，然后叫他的选民去跟落选的政治人物道歉？那我觉得最该向林佳龙道歉的是蔡英文。1月11号的投票日，我们再向他们说声道歉，不好意思，不再让你继续做。拜你来拼选举的时阵，歹势，我绝对无陪你。但是你来拼建设的时阵，我绝对陪你。大家讲好无？长，总统，来新北市走一天，来拜神，神一定爱拜，那是咱的信用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神嘛在看，做代志确定，拜神嘛定。咱拢是人，爱拜神；咱拢是人，爱做代志。我用这个心情，就讲总统，咱拍摄，我做我的代志，你拜你的神。万大中和树林县总经费555亿。新北市独立负担380亿，中央给我174点多亿，文将3分之2强。一个财政在六都预算最低的人均预算的一个城市，扛起了一个大台北轨道建设的发展，扛起了所有的责任，我永远记得。总统讲过一段话，总统当选的时候讲了一个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侯友宜是第一次当选市长，我永远记得我的承诺，我要为咱新北市打拼做代志，我没有讲谦卑跟谦卑再谦卑，我用我的态度来证明我们怎么样做事。每一次我到中央，我就觉得我很，我来这样拜托，有点乞求，有一点我不知道无奈，就希望他们给我一点多关爱的眼神，搞比心把子给出去。真正我是安尼这样拜托，今天再很冒昧讲一句话，昨天没有陪总统拜庙，很抱歉。总统，好拜你来拼选举的时阵，歹势，我绝对无陪你。但是你来拼建设的时阵，我绝对陪你。大家讲好无？